为 speakers 在讲说，就是毕业以后如果想要申请专业学校的话，要用什么方式？然后如果说要继续读书的话，如果说要就业的话，有哪些途径这样子？那我也会是其中一个 speaker。那在这里嘞，我先预祝拜拜今天晚上公演成功。那其实我相信，因为我昨天有在这里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。很喜欢这次的表演，谢谢。这么早就想到你跟爸怎么这么衰？孩子，不可以这样对吗？亲爱的儿子啊，爸妈也不想这样，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从现在开始3个月，你在这里受治疗，他们会好好照顾你。去吧，儿子。照顾是没有用的，我是全世界上最不幸的人。
绝对的事情吧？有什么绝对的事情？现在放屁！啊，是什么？放屁？这个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你是怎么样的不幸啊？嗯。有想听看我不幸的故事吗？好，我说。从加把咖啡到波加橙汁，时时刻刻都为你。
学公益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这里还有奥运标准规格的游泳池、健身房，还有很多很多。够了。哎呦，怎么不让我继续说下去嘛？了解。没错，你把这里想象成是一个现实社会中的豪华避难所。你看看现在社会这么样的乱，社会新闻这么多，我看的心都累了。这里呢，算是一个豪华的旅游。你知道吗？从1970年到现在啊，9%，哎，96啊，还算是自己说的嘛？对，96%的自杀生还者都是死于自然的因素，而这就是一个证明，我们的本能都是喜欢生命的。我们希望呢，能提供你一个舒适的环境，让你重新找回自我，帮助你，重新找回自我的价值，并且向外界证明。我们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疯子。其实你今天来的刚刚好。对，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小组活动，大家分享一周的心得。这个礼拜塔提亚娜，我看就由你开始好了。你有什么事情要和我们分享吗？不如由我先开始好了。这个礼拜呢，我在《时代》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，说我们人都是一群野兽，我们所饲养的其他生物都是为了杀死他们而大啖其肉，这真是太残酷了。所以呢，你怎么会死不死？其实很简单，我来告诉你们吧。
不是这么强啊！有啊，继续开会，没事没事，我们继续。你不用理会他，他只是醉倒了，醉倒了。对啊对啊，就像立法院人打架一样，见怪不怪了啦。没错没错，李 Sir， 我看你就先回去房间休息好了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的话，护士会24小时来照顾你。今天非常谢谢大家，我看我们的会议就先开到这里好了。就是个要死不死人渣，院长，你看看，今天又来个可怜的孩子，生命对他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了。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更加的努力，帮他重新找回自我。哼，你太天真了吧？你真以为我们这一点点小小的关心就能救了这群废物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他们呢，只不过是一群不敢面对现实的缩头灰罢了。有今天下场完全是自找的，所以啊，我劝你还少付你心里只管定的薪水吧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照顾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帮他们重新找回生命的价值。如果连我们都放弃他，那还有谁能帮助他们？哎，谁说我要放弃他们了？这群人可是我们摇钱树的，没有了他们，我们俩哪来的钱拿呢？你这个人跟我不配当这里的院长。我不配，难道那个叫 loser 就配？记住，这个社会里只有强者能生存，什么同情关怀啊，对我来说都是多余的。
那天我真是被小雨开除了。我那时一心只想学习，也仿佛我一切的不幸让我真的活不下去。可在这时候，偏偏找不到我老爸来故乡，所以我决定用一条皮带上吊。可就当我渐渐感到没有自觉的时候呢，谁晓得这时皮带断了，我摔了下来，跌破了木板地，从三楼摔到一楼，砸坏我妈新买的咖啡桌，我还被上面热热咖啡给烫伤了。之后我被送医急救，他们就把我送来这个病人室。天哪，你来这之后有什么计划吗？计划？什么意思？我这种人死了一了百了，还谈什么计划呢？何况他们都认为我是有病的人。人们总是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我这些曾经自杀过的人，他们根本就不会了解我们有多痛苦。你现在没有任何想法吗？活着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。我没有优点，陪伴着我的只有永远的不幸和嘲笑我盛宴。我更不知道希望是什么，我也看不见我的未来。真的，你不会懂的。不过，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是？我现在是打算努力读书，打算不久后去考 NCAT。你看，你打算卖保险？NCAT 不是卖保险，是要考医学院。虽然这只是个避难所，住着都是无奈跟困惑的，可是我真的很爱这个地方，它仿佛让我知道我们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。我希望我离开后能回来为这地方做点贡献，这想法就是现在支持我最大的力量了。哇，好大的梦想！我从来没有认识一个人像你一样想当医生。况且你真的看起来不像会在这里出现。那你呢？你有梦想吗？你有专长吗？我的专长就是我的不幸。我的专长就是不断的发生意外，出糗被别人耻笑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你看我竟然还能够这么健康的活着，在书生入死之后，竟然还能够全身而退。真没有想过梦想。如果真的要说梦想的话呢，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够有我自己的一个家庭。但是，就算所有的不幸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，我不希望我爱的人受到任何的伤害。哇，听起来非常温馨哦。我想，你应该是一个很善良、很温和的人。见女人，我发现了。快点，给我打死你！你应该知道我有多美丽，不应该背着我跟其他野女人吗？你知道我可是避难所会员代表，你刚刚胡言乱语，我让你抱怨，你后悔的。后悔？你看我打死你，后悔？哟，你看，小妓女又跟别人搭讪了。喂，你讲话客气点啊！为什么小妓女？新来的，他不清楚状况，不要乱讲话。看在避难所第一天，就想跟我过不去吗？你不看看你自己，你真以为自己很美丽吗？对，我脸上是有一个很大的疤，这是我自杀失败留下来的。怎样？高兴了吗？高兴了吗？请出去。
我不想看到你。我干嘛要？你不要闹了。你本身就是小鲫鱼啊。而且那是很久以前的事。小鲫鱼。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没错，他们曾经饶过我一次。我第一个男朋友骗了我，刚开始是他那群朋友想要，结果那群人收不了钱，叫我男朋友又要把我。天哪，你男朋友怎么会这样对你？怎么可以？他可以啊，而且他就这么做嘛。反正我已经是个肮脏的女人啦，没有资格再和任何男人谈恋爱。现在我只想要读好我的书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就这样。才能洗刷我肮脏的过去。好了，很晚了，我该走了。回到新人寝。听见别人提起你的名字，我就会脸红。一张有你合照的照片，看来看去都不厌倦。坐在寂寞了很久的窗前，不停的想念。总没有对谁的只字片语可以读了好几百遍，像童话中的世界已经出现。上的眼前，在苦闷的时刻也在乎，哪怕只是轻靠你的肩。像传说中的爱情，如今出现在真实人生的眼前。当你握着我轻轻的手，你会爱我。
校怎样？怎样？你不要好好读书啊，听到没有？刘成像我一样，有车又有房子，还供给你们这么舒适的生活。喂，你听到没有？你看看啊，你是怎么教小孩子的？墙是我撞坏没错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撞。
家破花瓶啊！臭小子，能不能念念有词，快想想跑？嘿！嘿！他赔得起吗？这花瓶跟我是有感情的。提高年费啊！原来 Clement 啊，是跟这家避难所勾结的奸商啊！就，在这里醉酒，你怎么说？OK， 跟我想的一样。啊，出了什么事情？
来阻止这一切。但是，不是可以看中你的吗？我是要离开的，但是居然在我离开之前，让我发现这个会令避难所蒙羞的事情。自从我服毒至今，这家避难所是我唯一可以感到安慰的地方，所以我想阻止并且揭发这黑幕，以保障其他在这家避难所寻求安慰的人。怪不得这里年费一年比一年的高，我们想要得到出院的许可更是困难。原来呀，他们是想让我们身上图利呀。唉，我的孩子们虽然都很有钱，但是不想再一直花他们的钱了。我觉得我好像是他们的负担一样，所以上一次我跟他们说我不打算再付钱了，他们叫我滚。唉，那时候我才发现似乎离开这里是我唯一的选择吧。唉，不管怎么样，在我离开这里之前，我一定要为这里做点什么事情来。但是，你能做些什么啊？我有个办法的。如果啊，我能够偷偷潜入办公室的话。什么？你们要偷偷潜入办公室？哎呦，不行啦！对啊，不要！如果被院长抓到了，不做完了，不要。对。要是被院长发现了，我们就死定了。哼，说那个臭名呀，就气，老是一副拽的跟什么样子一样。他呀，也只不过是读了一点书而已罢了，对不对？他上次还在背后说我们只不过是个什么什么什么鼻屎。鼻屎？对，院长啊，脾气不很拽的样子，走起路来呢。在里面待了几年没有错了，学位啊才该拿到了。不过啊，倒是把他人性啊也弄丢了。人性？我呸！人性能值几个钱啊？看看我，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成就，有多少人羡慕我这个院长的头衔？为了关心我的老婆小孩，又有一份那么好的工作，你们呢？不会吧？有人也嫁给他哦？我来跟你们讲啦，他老婆一定是啊，过来过来，你们，一群没有东西。啊！